你都系咁样啊，13个钟。我睇到系过去几日都系咁样嘅，即系我哋都系依嗰个运输处嗰个工作嘅指引系去做嘅啫。嗱，其实唔好讲话呢一个车长啦，即系有啲更训，譬如佢编到呢啲长嘅更训咧，佢可能系同一个礼拜都要翻足一个礼拜呢啲12、13个钟嘅更训。一个工作日里边最长嗰个工作时间咧，就唔应该超过14个钟头啦。驾驶时间就唔应该超过11个小时，配合一个特别嘅更训嘅一个安排啦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咧，巴士服务咧喺早上同埋繁忙时间咧都系特别需求大嘅。有少数嘅车长咧，可能系需要咧系揸一啲嘅特别嘅更训。